欢迎收看107年4月3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发展离岸风电产业，获得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在新达港远洋货区设计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预计投入43.6亿元的建设经费。全球风测大厂日月光决定扩大在高雄的投资规模，3号举行 K25 厂房动土典礼，投资金额约125亿，预计2020年第一季完工，渴望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陈局不松口，何时北上倒是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韩国瑜几乎抵定将会投入高雄市长选举，他将在下周一把户籍迁到林园区，并且宣布参选高雄市长。高雄市具有发展离岸风电的产业优势，其中全国首创的海洋科技专区将落脚新达港，由中钢公司向经济部能源局标得承租36公顷多的土地，将建置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生产线，预计明年12月完成，渴望带动另外一波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高雄市发展离岸风电产业，市市长陈菊向中央争取获得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在新达港远洋舶区设计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预计投入43.6亿元的建设经费，专区划分为一个区3个中心，一区就是海洋工程区，3个中心包括海洋人才培育验证中心、海洋产业研发创新中心，还有海洋材料的那个研发验证的一个中心，这3个中心。其中专区内的海洋工程区面积广达36公顷多，日前由经济部能源局办理土地标租，经过评选结果，由中钢公司为优胜厂商，取得土地承租资格。中钢公司将投资34多亿元成立水下基础制造公司，预计4月动工，明年底完成。未来我们的离岸风电的水下基础的这个部分呢，大概都会从这个基地里面去生产、制造跟运送到现地去施作。市长陈菊感谢行政院的支持和青睐，让专区计划在新达渔港得以顺利推动，完成之后不仅可以造福高雄，也能成为相关海洋科技产业的引擎，加速发展。我们高雄市政府要负责整个那个新达港港池的一个浚升，包括航道，包括整个那个港里面的这个港里面的浚升。中钢公司规划在新达港新建水下基础设施厂房，预估年产值超过150亿元，可以创造2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渴望带动另外一波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港都新闻林廷阳、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迎接智慧制造新时代的来临，全球风测大厂日月光决定扩大在高雄的投资规模。3号举行 K25 厂动土典礼，市长陈菊也受邀出席。K25 厂投资金额大约125亿元，预计2020年第一季完工，渴望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请动土，第一场开工顺利。日月光集团3号举行 K25 厂动土典礼，市长陈菊及南部产官学各界贵宾也受邀出席。K25 厂位在男子加工区第二园区，日月光董事长张前生表示，未来将整合高雄地区研发科技人才，活络高雄经济。日月光在男子第二园区的研发创新的能量和产能，进而整合大高雄地区的研发及科技专才。对于日月光投资设厂所需的土地，市长陈菊表示将会全力协助，也希望日月光继续在高雄投资。日月光在高雄的投资，现阶段会还有土地上的需求，那我觉得高雄市政府，我们有责任对日月光在高雄的投资，在一个土地寻求包括不足的部分，我们高雄市政府用单一窗口来协助。我们希望日月光永远投资高雄。陈菊也肯定日月光多方面对员工的照顾，除了调涨薪水之外，还打造幼儿园，让员工安心工作，创造更高的产值。高阶就业研发的能力这个部分，在 K25 的未来完工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K 二十五厂将以绿建筑、钻石级标章作为设计概念，为地下三层、地上九层的建筑，总面积超过10000坪，预计2020年第一季完工，渴望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让日月光集团在高雄员工人数达到26000多人。港都新闻王思武、洪金怡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政坛的消息。根据媒体报道，高雄市长陈菊确定北上接任总统府秘书长，时间点将会在4月下旬。尽管上午陈菊出席日月光 K25 厂动土典礼时仍然没有松口，但是先前他提到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似乎也意味着这项人事任命已经成了定局。我是认为我人生每一个阶段所有的角色大概很少用个人所担任什么职务去思考。高雄市长陈菊自从访美返国到出席市府公开行程，媒体聚焦就是他究竟何时会接任总统府秘书长。市长昨天又传出说您5月前要去接秘书长，如果有新的发展一定会跟大家报告。从不以个人或职务作为人生阶段的思考，到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陈菊似乎意有所指，愿意再度担当重任。如今媒体报道确定将北上接任总统府秘书长，时间点将落在4月下旬。尽管如此，上午市长出席日月光 K25 厂动土典礼，面对这个话题不说还是不说，倒是国民党高雄市主委韩国瑜觉得陈菊任期没有做满很可惜。我也希望他最后的任期能够把高雄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完，而不要到了一半到最后一个点没有画上一个完美的休止符，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市长陈菊被视为扮演府院沟通的最佳角色，但做好做满也曾经是市民期待市长做出的承诺。至于他何时将对外宣布自己的下一步，除了媒体继续追问外，就看总统府何时发布人事命令了。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陈菊不松口何时北上，倒是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韩国瑜几乎抵定将会投入高雄市长选举。他将在下周一把户籍迁到林园区，并且宣布参选高雄市长。而中午他也带着党籍议员一同共进铜板美食卤肉饭。韩国瑜魅力十足，还等不到党中央给他卤肉饭，倒是支持的民众已经先请客买单了。韩国瑜带着党籍议员到林雅区五庙路一同共进午餐，仔细看看桌上全都是铜板小吃，卤肉饭、虱目鱼跟菜包呢。至于为何总把卤肉饭挂在嘴上，原来就是想要接地气。高雄人非常热情，感情非常直白，对人呢非常阿萨里。我们现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永远不要忘记卤肉饭，好吧？韩国瑜强调要跟基层站在一起，还希望党中央能够给高雄一碗卤肉饭。如今党中央还没拿出来，已经有热情的民众跳出来请客买单。他要了卤肉饭，我今天就给他吃了，就这么简单。希望能够鼓励他正向的下去做这个选举的活动，就这样子。哦，那是最好啊，能带动我们高雄的一些景气啊，还有我们一些老百姓的那个经济上的发展是最好的。不过究竟会不会参选高雄市长仍然是关注焦点。韩国瑜表示下周一将会向市民报告，也会把户口迁到高雄。4月9号再跟大家报告好不好？好好，来好，我们请用。谢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韩国瑜大口吃着卤肉饭，展现贴近基层的一面。至于选不选，他还是想卖个关子，一切就等4月9号公布答案。港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再来看到议会的消息，高雄市目前有23000多支的监视器，过去曾经有过半数是故障的状态，常常被人诟病。市议员郑光峰在内政部门质询中再度关切目前的监视器品质，得到的回应是妥善率已经进步到80%，但是郑光峰认为还不够，尤其是重要路口监视器的妥善率应该要达到100%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一支支架设在路口的监视器到底有没有作用？市议员郑光峰认为非常重要，因为曾经有民众发生车祸后想调阅监视器还原意外现场，如果发生监视器故障，将造成当事人有冤难伸。郑光峰指出，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希望加强警察局的内部评比，提高辖区监视器的妥善率。然后想去派出所去调，
监视器看有没有办法说真的厘清说到底我是叫谁弄到底，还是家属说到底什么经营。我们自己的监视器坏掉，好，局长，我们自己的监视器坏掉，所以在去年我其实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监视器的妥善率其实真的是要加强，特别是重要路口，是不是各分局要一个评比？分局的努力程度，比如分局各分局都有维修小组，那据我了解，目前都很认真呐，所以那个妥善率在一直在冲上来。是啊，那我认为这个我们都看得到，好，局长，我们觉得看得到。那至于评比这个可以定，这个是 OK 的，这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抬头看见有电眼正在监视着，无形中也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事实上，警方也经常透过监视器的录影存证破获重要的社会案件。目前全高雄约有23,000多支的监视器，从过去一半以上的不良率到达现在已经有87%的妥善率。郑光峰虽然肯定警察局的努力，也持续要求在重要路口加装监视器的必要性。很多的市民他发生了车祸，他可能要调出监视器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他被撞到。那后来我们去发觉监视器坏掉了，我们也要求高雄市的警察局应该在建制率这么大高的一个监视器之下，应该在重要很多路口应该要把监视器，特别是重要路口要妥善率要100%。警察局长何明洲指出，监视器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了维护监视器的品质，除了定期举办全市各分局的评比之外，也编列预算加强保养和维修。郑光峰则进一步要求，为了人民的安全，重要路口的监视器应该要保持100%的妥善率，才能在紧急的时刻发挥功效。港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清明连假即将到来，很多人会趁着假期返乡扫墓祭祖。如何加强墓区周边道路的通畅，在内政部门质询中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此外，议员也针对日趋饱和的树葬墓区，要求市府增加规划，以符合民众的期待和需求。每年清明扫墓，各地墓园涌入大量的祭祖人潮，造成附近交通大打劫。今年市府提早规划扫墓专车配套措施，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市议员高敏玲则进一步要求市府要提早加强规划，并且多和地方住户沟通。常常有这个里民在反映说，我们在周围的这一些包括殡葬设施哦，因为常常会办一些哦这样祭拜的祭典，那甚至有很多民众会回乡扫墓，那其实一再都会反映到，不管是我们各个区镇的部分，在交通的疏导，甚至扫墓专车的部分，可能有待加强。我们有8区开了11条的专用公车哦，扫墓公车。那这11个扫墓公车，最主要是我们是定点。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有定点来承载。那定点承载之后，在沿路上，如果只要你随招，我们就随停。随着民众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人接受树葬方式。目前高雄的树葬园区分别位于旗山及燕巢，且空间已经呈现饱和。市议员黄时龙希望民政局能增加树葬区的规划，留给后代子孙更多的空间。增加这个第三位啦。因为即摆按你来宣导，我之前也咧甲局长讲，拜托局长讲，加一寡迄个宣导费用，还殡葬处咧宣导，吼，大家当讲用树葬的，安尼后摆即个环境，啊，卖讲一代人，甲所有全部环境拢破坏了，下一代人后摆人，确实讲要用吼，实在无所在通用就对了。我那原来有的是伫迄个深水啊，啊，搁加一个基山，吼，基山迄落800位，深水啊600位，吼，拢满啦。满就对了。满，搁无够。无够，所以阮伫去年开始有咧规划，议员去询了咧关心了，开始规划。阮伫今年个准备，伫即个燕巢遐要增加200位。慢慢啊，来最终来咨询，即个殡葬处有去宣导，目前就是讲一个600-800位，一个大多出顶我一个600位已经拢客满，所以就是讲有进展，老百姓就慢慢得当接受讲即个树葬。现代人喜欢养宠物，对于宠物的后事处理也越来越重视。议员针对宠物殡葬设施及环境规划进度表达关心。殡葬处表示，目前正研议在燕巢地区规划适当的地点新建宠物天堂墓园，如果顺利推动，将成为全台第一座合法的宠物墓园区。港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
在儿童节前夕，市府文化局和市立图书馆将送给全高雄市的新生儿一份大礼，出版《熊爱塔翠：从零开始阅读高雄，阅读书盒》，内容结合高雄在地文化意象及五种台湾族群歌谣和光碟，让宝宝与高雄家乡产生情感连结。四月四号起将全面发送给今年新生儿的家庭。高雄市文化局发表自立出版的《熊爱塔翠》绘本书盒，内容结合高雄在地文化意象以及五种台湾族群歌谣和光碟，要送给零岁宝宝当阅读礼物，也让父母认识及早阅读、亲子共读的观念。那这样的一个书盒，我们是希望透过听觉的、还有视觉的、还有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宝宝从出生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所谓的阅读的行为，也就是说及早阅读这件事情，透过这样一个书盒的方式来推动、来推展。这套阅读书盒是结合医疗、儿福、文化通力合作出版，有国、台、客家、越南与布农族语等14首多语言儿歌光碟，让0到2岁宝宝能读能听，拥有更多元的文化阅读视角。高四的儿童，12岁以下的儿童大约有26万人。那这么多的人口群里面，其实高雄市政府团队一直要营造一个友善的育儿环境这样一个部分。那非常谢谢文化局从读书这个地方来介入。大家都鼓励大家爱听诗歌，但是吼，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生了就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教育他，好好的照顾他。好，那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每个人的家里的宝贝。这个社会的宝贝，高雄的宝贝，台湾的宝贝。只要在高雄市107年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在出生产检医疗院所领取书盒。6月起，全市育儿资源中心将开办系列导读课程，父母可带着宝宝一起阅读绘本，体验书香世界。港都新闻马恩佳、洪静怡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儿童节的到来，高雄市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举办“还好有你，寻找安心鸟”闯关趣味路跑，首场在卫武营都会公园热闹登场。妇幼警察队除了带着小朋友一起轻松跳舞之外，也设计了一系列闯关活动，并且教导儿童安全守则，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假期。如果坏人，如果坏人想要抓住你，想要抓住你。不要慌张。在妇幼队员警指导下，小朋友轻松跳舞，希望潜移默化中为自己安全做好把关。我们的安心鸟，还有我们的优丽姐姐，那以及今天全新推出的溜溜舞，也就是儿童防身操。原来这是市警局为了迎接儿童节到来所安排的“还好有你，寻找安心鸟，闯关趣味活动”，首场在卫武营都会公园登场，而参加的都是妇幼队脸书抽奖活动，6000多位参与者所抽出的幸运儿。除了让小朋友开心闯关外，妇幼队还教导孩童护童口诀，在危急的时刻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妇幼警察队为了提升我们儿童的人身安全呢，强化他们的自我防卫能力，我们建构了儿童安全守则11行跑说骗安护童的7字诀。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为了庆祝儿童节，这个整个活动的设计就是以11行跑说骗安儿童安全守则呢来作为主轴来做一个规划。市警局用心教导小朋友，陪同家长也相当肯定，强调维护儿童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小朋友过来户外运动一下啊，顺便了解一下那个保护自己的观念。办这个活动是蛮不错的啊，避免小朋友远离山溪啊，出来外面走动是一件好事啊。儿童节前夕，妇幼警察队请出可爱人偶优丽女警及吉祥物安心鸟，一起陪伴小朋友蹦蹦跳跳，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欢乐假期。港都新闻潘志光、罗少君采访报道。儿童节想好要带宝贝去哪里游戏度过欢乐的一天了吗？高雄科工馆位在地下一楼的梦想号重新起航了，经过重整和设计，多了许多科技互动游戏，小朋友可以边学边玩，像是认识雪地的车辆轮胎和一般的有什么不同，还有照一照穿衣镜，一下子就换上印尼、柬埔寨的传统服饰，还有更多新奇有趣的互动设施等您来发掘。
小朋友跑来跑去，一会跳上模拟冲浪板。这里是高雄市科工馆地下一楼儿童科学园的梦想号，经过重新整建后，终于在四月初重新开园启航。展厅里面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雪地圣诞岛，一个是东方小岛，一个是热带雨林岛。那在每一个地方，除了去看看当地的一个特殊景观之外，还可以学到一些不同的知识，譬如说雪地圣诞岛可以看到一些雪地的特殊的生物，然后可以看一看雪地里面轮胎跟一般平地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立德之科工馆梦想号重新启用，还多了各式各样新奇的科技互动游戏，吸引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抢先来体验，看宝贝玩得不亦乐乎，有地方跑跑跳跳，也能在游戏互动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我们特地请特休，让然后因为补课嘛，然后想说趁这个机会看是不是可以避开人潮这样子。现在小朋友还这么小，其实是免费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空间很多元，然后可以有看的啊，有电影啊，然后有手做的，实际可以操作的，然后有一些可以动动脑的，然后外面又有草坪可以让我们跑一跑，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遛小孩的地方。东方小岛可以看到泰国水上人家摊上阿婆贩售杂货的景象，阿婆还会用泰语问候你好吗。另外热带岛屿区透过野外造景，让小朋友透过观察马达加斯加特有生物猎食鱼类的过程，还等什么？科工馆邀请您大手牵小手来一趟梦想号，探索世界各地的特色风貌。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由市府新闻局开办的新住民返乡拍摄培力计划受到热烈的回响，第一梯次已经全部额满。为了回应支持民众的需求，新闻局将在五月份将开第二梯次的课程，除了教导剪辑拍摄技巧之外，更加强了基础新闻采访，希望为 Channel 3公有频道培育更多公民记者人才。即日起报名额满为止，详情可到市府新闻局官网查询。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到28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0度到27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7度到26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
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区里，一步一区，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四下午九点，请准时收看《上水的你》。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最关心高雄的新闻。